墨子望远镜，我们比作是我们人的眼睛的话，主动光学系统在这里面是一个晶状体的作用，它能够时刻保证我们成像的一个质量。在老家小时候，抬头就能看到满天的星星，然后这些星星呢，它都会眨眼。自己小时候也是充满求知的好奇。脚下小心啊，我们慢点。今天晚上用我们的望远镜呢拍了个星系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其实我想对你说的一句话就是，这个星系它是1亿光年之外的 NGC 520。